确实真会做生意啊！就像有人讲的，你出事哦，就是要做生意的生意囝。其实我嘛是一开始就知影这种道理，迄嘛是经过几落摆失败，失败当中叫的经验的。啊，不过你的想法哦，真活泼，故意要变叫，那这算无共款啦。一般人代志哦，拢一步一步照规矩来。做生意有时阵哦，脚脚还较紧嘞。像安尼哦，只是浪费时间尔。其实袂啦，每一个人做代志方式无同。但是我做代志方式就是哦，不管遇到啥物代志，拢一定想办法去解决。啊，若无是到腰摆大个人，是我家己。国家战争哦，你就安尼一靠，对来讲并不是完全无帮助啊。告诉杰森阿妈。下当像你安尼，吃苦当作吃补，我条白富囝哩，业绩都唔难的啊。个人有个人的温度啊，即马好，无代表以后就是好；即马歹，也无代表以后就是歹。不管是好歹，拢是个人的选择。阿妈跟你说，阿妈跟你说。顺慈阿嬷她喜欢安静，所以不可以一直去找她，知道吗？来，你跟阿嬷说，你今天都做了什么事情，还有你都吃了些什么。伦伦，是阿嬷在问你，为什么看旁边呢？我已经跟大阿嬷说过了。哦，可是你没有跟我说啊！我才是你真正的阿嬷，你要跟我说才对，知道吗？哎呦，囡仔都算忝嘛，啊你安尼一直甲伊问吼，伊都无想要回答你啦。我才是阿嬷，伊应该头一个甲我讲才对。对啊，妈咪，你的生日要到啊呢？咱是不是应该找一个时间做去庆祝一下？哎呦，是庆祝啊！聚餐哦，还受不了啦！我看啊，咱规家伙哦，应该爱去出去行行，啊，想讲去浸一下冷泉的啊，去度一下假呀，对不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我嘛感觉袂歹，妈咪你感觉呢？看恁爹爹的意思。爹爹，你看安怎？先生啊，咱百福新世界的交通哦，即马阁无稳定，伊这 CEO 啊。还给出一挂大股东欢迎，那是刚刚啊，够佚佗，公司哦当老板啊，你们公司啊，爹地，阮拄才是在讨论，妈咪的生日要到啊，咱要去倒位度假庆祝啊。这个小代志哦，别问我，你该注意了啊。文斌想你遐尼济年啊，总算让你感觉心内不是滋味啊吼。你唔免特别为我庆祝啊！规定你爹地，伊嘛不庆祝。妈咪，